相同。台的敌人是你这个，你相同。难道是你眼睛失明？大相同。虽然强点我们一文求勇，圆满吉祥，各位民，非常的谢谢您。经费高达六亿的咸水溪桥改建工程，举行动土典礼。原本桥面宽18公尺，将放大到30公尺，长度212公尺。经费由中央全部出钱，预定108年立位完工。水质复原的资料，我们去计算，所以把原地8吨改做3吨，这样主水断面就会减少很多，所以又配合。比例的洪水计划设计目标人135年的5.71公尺，我该提升20升，安尼来防止100年的大水来，这条桥还可是会当平安来过。啊，伊的线型会当做较水，而且圆拱形的钢桥。啊，所以阮伫这品质啊、甲景观，阮嘛去尊重着迄五里顶甲其他民众，咱要求的讲，你爱做较水的。啊，超过原地桥，或这个桥不只有运输的功能，佮观光游憩的功能，通宽的路，阮就来做通宽的桥，会当提供一边是3个车道，佮机缘车道，安来改善这個车流。啊，阮去预估伊伫迄个135年的目标呢，会当甲怎啊塞车，会改改善变成 C 级的交通量，所以这对咱安南区甲北区的交通、观光发展、都市的发展，啊，甲防灾有足大的帮助。本来18公尺啊，18米尔嘛吼，啊，因为这是交通要道啦，哦，交通要道，啊，所以呢，常常往那造成交通的困难。啊，地方呢啊，要求真大吼，要求真大，包括里长吼，啊，包括议员王英德，包括桂清华议员。啊，拢有提出质询，拢有提出反应。啊，我嘛真感谢吼，后来拓宽到本来是22，吼，啊，后来佫变30，吼，啊，透过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吼，伊个专业委员，啊，甲民进党党团书记长吼陈廷辉吼，啊，地方的这个立委大家共同争取，吼，啊，所以即摆吼，这个建设啊已经落来吼，啊，我伫个遮真欢喜有机会代表所有的台南市民来参加动工典礼。